长玉菌，撕掉一半的回忆，78.5×78.5公分。漫长的创作时间轴，往往因为各种因素无法在现场完成作品。随着记忆逐渐释怀，而脑袋里闪过的片刻，通常连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全然正确。我们就靠着三五好友在深夜里头聊聊过去，而试图拼凑还原浪漫与神秘色彩的紫，搭配着令人睁不开眼的黄，是企图不甘绘画再现的选择。而躲不开的仍是时间，它将改变每一个每一刻似曾相似的曾经。